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子九节鞭。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九节鞭的结构。九节鞭呢是由鞭头、鞭把与鞭尖组成。它这个鞭头这个部、鞭把这个部分呢，它当年带一个活动的转轴，这样群众打鞭时候呢，它不会缠在一起，还在一起。这个鞭材呢，它是起到一种顺风的作用，但这个鞭材呢，一定绑着适应，看这鞭的大小呢，绑着适应。你要是鞭小了，绑得太大的话，它太飘风。要是太小了呢，它就是太顺又不好用，太顺不大好用。鞭呢分一般呢分了三种鞭，一种是小表演鞭，就在这么街道卖的，跟平时他们的锻炼用的那种鞭很小，叫表演鞭。一种呢就是实用鞭，它实用鞭呢就是比表演鞭要大一点，但比练功鞭呢又小一点。这个练民工鞭呢，也可以说是最重的、最大的一种，它是平时在锻炼之中能拿出用。它一般鞭的拿法呢，它一般不同，它有分成什么正手与反手，也就是说是阴手、阳手。它一般正手拿鞭，是以在虎口上面这样正手拿鞭，也就叫阳手鞭。阴手鞭呢？它的鞭放在，垂在下的部分。对于鞭的长度呢，这也是因人而异的。鞭的长度一般话呢，鞭拿起来与肩同平，也能垂地。这是以别人的以身材的高矮来说定，这没有统一的规格。这个九节鞭，它一般练鞭呢，它分多也有很多。你比如说有练单鞭的、双鞭。刀雷夹鞭，这种东西还有这种阴手鞭、阳手鞭，这都分的很多。九节鞭呢，它有一般的解说呢，也有所不同。有的呢就是连表头带鞭把，放在一起九节。在当年呢，也有十节的、十一节的、十三节的，它都不同，这都不是很重要。它的九节鞭呢，像我们玩这种九节鞭，一般话呢。鞭头都不要太重，像平时有的鞭头子，它好像跟拔一样都非常重。像我们玩九节鞭呢，除了平时的表演演练以外呢，它还有很大的实用。像我们练九节鞭的时候，要达到实用的话，也就像手里拿到一个羊鞭一样，它在打出的时候迅速的下拉以后呢，这个鞭头子那个惯性一个爆发力、弹抖之力，速度的把弹出去抽回，它这种惯性非常大。你要鞭头要大的情况下呢，这种环子就很容易挣开。一般我们平时锻炼中就能感觉到，经常的断，经常的鞭头的打飞，所以呢，这个鞭头的一定要小，不能太大。另外呢，说一下子呢，这个鞭呢，平时出门，这个携带很方便的，但是呢，又要讲究呢，碰到情况以后能迅速的拿出来用。这下我给大家说了几种。九节鞭的这戴法，像第一种戴法呢，也就是我们常经常的要出要远门的话，要是不集中太重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鞭可以呢勒在腰上这种就是在没有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呢，这个能戴很长时间的。从这鞭尖的部分呢，都弯一下，这样呢，鞭头鞭把塞在腰带里边，再穿上腰的话，又很隐蔽。你就戴上一天，蹦来动去也不会掉，这种呢就是缠得很结实。但是这种呢，出手要用的情况下呢，那是就有点难拿出来一点。我再说一种那个好用一点的，像我们这个鞭，你比如说我们反过身做一下示范，别在腰上的时候，用最后一节的话，塞在我们的腰带里边。把这个两个头呢，也可以装在口袋里边。当然，装在口袋里边有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外边溜的太多。要是装在口袋里不方便的话，这边，两头呢，都别在倒出来别在里边。这样，你比如说有什么突发事件了或什么东西过去的时候，这种速度的把鞭拽出来，同时一拽，这就可以，就是鞭就出去了。这样鞭就出去了。还有一种戴法呢，
你像我们的九节鳊，我们现在一般要是穿便装的话，哎，都有皮带这一种。我们这个就是呢，都打成双结，打成双结呢，别在一个皮带里边。哎，我们穿的一褂子很长，像这种戴法，这种出手呢也，这种拿法也很快，这种拿法，哎，突然就能戴出来，这种拿法也很快。啊，现在那个扁的戴法，我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现在我给大家说这个扁的平时是那种，这个时候怎么打的方法，还有演练的方法。咱平时打扁，一般呢都包括着，你看，哎，就叫顺时针、正抡，也就是我们说的扎扁形式。还有一种呢，也就是这种挑扁，哎。也就是叫反抡，哎，逆方向抡，这是挑扁，这是平时演练中，以平时的使用中呢，那都是这样啊，扫扁。你像我们在发到使用中，有的很使用东西呢，它除了这样扫以外，啊，它比如说打到目标以后拉带，这一种，还有一种呢就很弹出去，像抖毛巾一样的甩出去，啊，像一啥扬扁那种，打出去能炸出响花来，这个一扁头子。整节扁它主要打人的地方，也就在这个扁头的部位，也就是磨少最有力。像我们的平时在要是实战当中呢，还能扁折在一起，他们这效果也是非常好，因为它又短小，而且呢，它的增强了它的粗度，哎，像这种打法也很实用，也很实用，啊，对，像这样打也很实用。这个扁呢，平时呢，除了携带方面以外呢，它还是一种呢，在收藏出去带时候收藏的时候呢，很小，但是呢，打出去的片面也很大。这就有一种说法叫做“收如虫，放如龙；收如鼠，放如虎”，也可以说收回一条线，打出一大片。它这个扁呢，主要是靠身法与步法，因为九节扁，它不是说吗？有一句叫什么话，叫做“扁随身转，也随步换”。它这个主要是靠在身法与步法的协调上，人们叫巧打流星，顺打扁，就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扁要平时在打斗中呢，还有两种这一打法呢，叫除了用一种手打出来以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扁换手。哎，这还有一种叫扁换手。对，这句话呢，就是说呢，学会扁换手呢，遇敌不丢手，也就这样的。要经常双手轮换着练一下，这样比较好。像我们九节扁，它一般靠着整个的身体的啊很多部位都能打扁。你像九节扁，它能利用我们手腕打法，哎，另外手腕打法，哎，另外我们肘部打法，哎，另外肘部打法，利用脖子打法，哎，哎，利用胯。哎，用我们脚，哎，这都可以。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九节扁的招式。它的招式刚开始呢是个九节扁的一个起势。现在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子。来，嘿，嘿，哥，哈，来，嘿，嘿，哥，哈，来，嘿，嘿，哥，哈，来，嘿。九节扁的起势，它像第一步呢，进场抱拳，然后呢上步亮扁，亮扁呢母式左方，然后上步来一个单腿脚，再一个二起脚，紧接着呢就是一个旋风脚的动作，哎，再下来这个步伐不停。
来一个腰旗后撒扁的动作来，嗨，哈。这个主要给大家讲了，要注意事情哪一点呢？从我上步量扁，对，到单配角、双配角，给旋风角的情况下呢，再转到这个腰扁，速度一定要协调，配合一定要一致，这样呢，它配合身法，达到呢这个速度和谐要快速。紧接落地以后呢，紧接着哎就是个正轮扁，哎紧接着一个正轮扁，这个落地以后扁不能停啊。要紧接着又落了一个正轮扁，下面我给大家讲讲第二节的内容。第二节这个招式呢，那就是我们平时演练那个套路招式。我给演练的一个招式呢，叫做里外拐肘。来，我给大家做个示范。里外拐肘，它是一门一步伐呢，就一个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来一个正轮扁的姿势，然后呢，我通过这个九节扁，哎，向前操步与向后退步来完成这个里外拐肘。他这个注意要领的在哪里呢？要是打慢的时候吵吵着呢，你可以跟着上步，哎，与撤步来进行。假如要学熟以后，在别人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这个步伐可以微点一点，哎就可以了。啊，利用身子的转动，哎，下面我们来说说这第二节的第二个动作。这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掌匪骗马。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这个掌门圆呢是接住上势，正轮扁的基础上，然后仍然是站着左前右后，用右腿跳起来扁，给它拉过来，变成挑扁的姿势，用左腿骗过去呢，它又变成扎扁的姿势，它都是以左以右，反过来。下边呢，我们来说到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叫关羽扛刀。来，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这个招式注意的要点呢，就是在扁
打在茧上的同时呢，迅速的卷身，哎，迅速的卷身。好，下面呢，我给大家再说到这第二节下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要高难度稍微大一点，叫做旋风脚夹扁。来，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这个动作一定在有基本功，这个旋风脚的前提才能练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借助跑动的力量，速度转身。下面我给大家再讲第二小节一个夹扁的招式，叫做二郎担山。好，下面呢，我就把这个第二节呢，这个几个动作组合给大家演练一遍。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第三节的第一个动作，叫苏秦背剑。这个苏秦背剑呢，它就是从左腋下打过去，打到右肩上，哎，从右腋下也打进左肩上，这样通过转身，哎，来完成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注意要领呢，就是打肩要快，打肩一转身都要快，
好，那接下来讲了第三节的第二个动作，狮子劈红。这个狮子劈红的这招呢，它是从左腋下，哎，打过去，放在右肩上面，另外转身来完成了这个动作。它跟这个苏秦本剑，哎，可以联合起来展示。下面我们进行第三节的第三个招式，叫做紧死缠后。下面我给大家演练一遍。这个动作的注意要领呢，它就扁打在脖子上，利用了上部转身来完成这个动作。大家再看一下，它是以反应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三节的第四个动作，也是从脖子上来玩这个扁招，叫做呢缠后四步。它就利用步伐的抖动来协助扁力。好，这个注意力的要点呢，就是在扁缠脖以后，步伐要快，转身要跟上。好，下面呢，我们来第三节的，再下一个动作，叫做托脖拐肘。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它这个托脖拐肘，也就是打脖子与拐肘两个配合练习的动作，它里边难度呢比较大。哎，我再给大家慢慢的演示两遍。他从后脖上直接把这个鞭，哎，从手里头抹下来，直接拐在肘下。
下面我们进行第三节的最后一个动作，也是一个架扁的时候架扁的动作，叫做呢斜步架扁。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他又利用这个斜步的动作，然后呢，把肩扁缠在肘上，哎，来落下身子。这样利用扁头下打的速度呢，迅速下蹲，这样呢能缓解扁的打击力。好，这一节就讲到这里，下边呢，我把第三节完整的给大家做一遍。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第四节的第一个动作，叫做风摆杨柳，我给大家做下示范。这个风摆杨柳呢，它在手腕往里拐的同时呢，用左手去帮它一下，哎，就是支撑一下，那么为了更好的呢，更快的把扁转回来。它这一招呢，还有一个倒转的方法。倒转跟正转，基本上就是一反一正。好，下面我给大家
讲解一下子第四节的第二个动作，叫做霸王妥协。这个动作呢，就是利用脚来配合扁，把它打的呢，这个扁转的速度更快，而且呢，能够直接的出去。下面我们进行了第四节的下一个动作，叫做二七夹扁。二七夹扁呢，也用利用二七脚来夹扁这个动作来完成的。好，我给大家示范一遍。这个练二七夹扁呢，首先得要二七脚练会，才能慢慢夹到扁里边。这也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这些扁的招式。下面我们来准备第四节的下一个动作——野马分鬃。好，我给大家示范一遍。嘿，哎，哈哈。这一节呢，要注意的事项在哪里呢？这个扁，两手抱在一起，扁就从自己的腋下划过，从两米的腋下划过，配合着呢你的步伐，哎，来协调它，使扁打顺。哎，这种，这一个动作呢是。紧接着，上面一个野马分鬃还做的这个左右外拐，哎，我给大家演示。他这个动作呢，就是配合着野马分鬃来完成。他只要是一反一正，哎，一个往前进，他的变成呢就一个往后退，哎。好，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下第四节的最后一个动作，也是一个夹扁的姿势，叫做瀑布夹扁。
他这个动作就是配合我们这拼书所练的那个瀑布，啊，把扁架开，哎，也是这是一个手势，也是这个练九节扁的一个好的架势。好，现在呢，我们把第四节整体的也演练一遍。
下面我来讲一下第五节，第一个式子，叫做五云盖顶。所以五云盖顶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复制，为了下一个动作进行。大家看一下，一个正一翻，并不复杂。这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借助这第一个动作来做的，叫做藏头露面。它这个鞭法的特点在哪呢？它的鞭缠到身上以后，顺着身子蹲下来，把鞭从头上飞过，把头低于肩下，在这个动作以后呢，有一招呢叫做拦腰斩蛇，正好接住这两个招式进行。下面我来给大家做一番。嘿，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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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的效果在哪里呢？它的打击面非常大，配着步伐。这招最关键的部位在哪里？它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大，也很猛，扁头子呢容易伤到小臂部分，因为是从小臂挡的嘛。小臂挡的部位，它就在第倒搓第二节这个关节上，利用转身来卸它的扁头子力量。我给大家慢慢的做一遍。利用转身来卸它的力量，用这个力给它卸掉。我再给大家做一遍这个动作。下面我给做一下第五节的下一个动作，叫做舞龙入洞。这个舞龙入洞主要是为下一个动作来做准备，这也是个躲闪的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呢，叫做怪蟒翻身，也是配合着这一招来做的。这个动作做完舞龙入洞、怪蟒翻身以后呢，可以组合到其他动作，这样呢能更快、更有力来打好这个鞭。最后一个式的手势也是叫做紧挤独立，我给大家演示一遍。这个紧挤肚脐的式子呢，也就是咱们手边的一个式子，也是包一个架子。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
脚提硬，尽量往上抬，然后呢，把肩上扁落下来，哎，搭在你的脚心部位，这样来使扁定下来。好嘞，下面呢，咱把第五节整套的完整做给大家看一遍。下面我们讲九节鞭的第六条节，也就是滚烫鞭。滚烫鞭本身就是九节鞭的一个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呢是在地下翻滚来练的鞭法。当然，它这里头练的时候呢有站立动作，但是站面里头呢没有滚烫地躺动作。下面呢，我一节一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我把这个滚烫鞭演练给大家看一下子。完了，第一个招式呢，就叫踩反下叉。然后呢，借助下叉，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招，叫做铁磨攀花。紧接着，王小卧水。鲤鱼打挺，再叫鱼跃龙门，就是在鲤鱼打挺起来之后，向前窜跳，这个地躺鞭呢，它在地下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速度与跟身体的配合。你看我们铁抱攀花这一招，一定打手圆转起来，转的要圆，转到一转够一肘至两肘。紧接着往下握手呢，扁从身体上过的时候，用脚，哎，把身体整个身体弹起，还有轮换的利用腰给臀部的力量来主要弹起，这样叫扁从身体该过去。紧接着鲤鱼打挺以后呢，紧接着这个鱼跃龙门，鱼跃龙门这个一定要要的要圆，扁要协调好，要打过去。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鞭的实战的打法。实战打法呢，鞭有一共包括几种。第一种是鞭的扫铲法，哎，扫铲扫裹，这种鞭法呢，打过去立即拽，啊，把对方拉倒，比如说铲中脖子或者铲中腿，迅速打过就拉。把敌人拉倒，还有一种呢是直接打击敌人呢，并不是我们的套路上那种展示的，并不是直接抡着扫，哎，这种力量是不大的，主要的配合一样，像我们赶羊的羊鞭一样，能炸出那个响声，那个鞭哗，迅速的抖出去，这种力量。哎，我们前头讲到的就是，我们鞭头子一定不要大，说这种弹头力量非常的，有理，你要鞭头大了，容易把鞭头打飞。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探头里，
还有一种打法呢，也就叫折边打法。这种折边打法呢，因为折边以后，边身就是错了一半，越错你的速度才能越迅速，啊，威力才越大。哎，他的打法呢，你看，除了这个抡扫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弹法，弹抖的方法。好，我们借助目标呢，来把这几个式子练给大家看一下。比如我扫他的腿部，好，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鞭的抖法。鞭的抖法呢，就像我们抽鞭、打毛巾一样，炸鞭一样。它以最大力量打出去，弹出去，这个鞭力量是在哪里呢？鞭打出去以后，接住目标迅速回拉，在这个鞭头瞬间的打到第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迅速拉下来，在这鞭头接住它的转弯的力量，呀。好，下面我给大家说最后一个招式，就是我们的折边打法，就把边折成双块，哎，这样更短，速度也更大。来，我打给大家看一下。这样跟连接棍打法呢非常相似，它的力量用呢臂力与腕的力量，哎。打出以后迅速下拉，来缓解鞭的速度，防止呢伤到自己。好，九节鞭呢就全部给大家表演完了。好，谢谢大家。